来，台东。 为了配合今年的双亲节，怡保敬武体会呢，我们再度的主办一个叫做孝亲敬老的感恩晚会。这个感恩晚会呢，我们主要的说邀请所有的会员跟他们的家人，特别是父母亲都前来一起来，共同欢庆这个双亲节。 我们在这个双亲节里面呢，我们要最重要的是说，要给会员们了解，父母亲养大我们，辛辛苦苦的教育我们成功，以及父母亲也很爱惜我们，把他们送进精武体会来，练习他们健康，还有学习很多很多技能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父母亲表现出他们那种对孩子那种关爱，以及那种教育的一种苦心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办呢，我们特别要给孩子们了解，今天爸爸妈妈这么热心、这么关心的来爱护我们、教育我们。我希望在精武体会里面。 能够提升出这种孝亲敬老，让孩子们能够知道爸爸妈妈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。孝亲们应该平时呢要体会到父母亲的苦心，要懂得感恩以及孝顺，因为感恩孝顺呢是我们华人家庭里面最值钱的一个东西。 许多家庭由于父母亲的教育好，家教良好，已经培育出很多很多那种精英分子。所以，我们精武体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，我们有这种责任。除了平时我们教导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以外呢，我们希望能够配合家庭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把孩子的一种心中的感情，把它体会出来。 尤其是今天科技进步的日子呢，教育孩子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爱孩子，给他们千依百顺，要风的风，要雨的雨，那么孩子以后就会乖乖的来孝顺自己，这个是未必的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教育孩子呢，都要有一套很好的心灵教育。我们精武体会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呢，能够给大家都了解。 培育出家庭的孩子呢，是我们大家的好责任。希望这个工作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。谢谢大家。这个是一种传统的、传承下去的一种美德嘛。对，而且呢，孝亲敬老、尊师重道呢，是一种传统的美德。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家里跟陪着父母亲长大，您怎么样去孝敬父母亲，怎么感恩父母亲，都。 不能去做得到的话呢，我们怎么可以寄望他到将来到社会上他去关爱别人，他去尊重别人呢？所以说，我总觉得呢，这种工作是不能放松的。我希望精武体会呢，每年都会来主办这个活动。有我们今天晚上呢，有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我们要孩子们呢，很自动的向父母亲敬茶。 而且呢，也要他们送花给爸爸妈妈，还有我还希望孩子们能自动的去亲吻一下他们的爸爸妈妈，因为这种动作在家里可能是他们没有做的。虽然这个动作有时候是很简单，可是呢，我们希望能有人去带动他、鼓励他。爸爸妈妈心中能够感恩的，就是说孩子们真正能够知道爸爸妈妈爱他、疼他。 孩子们能够真正的是疼他爸爸妈妈，疼他爸爸妈妈。如果孩子们从今天能够养成这种孝顺跟感恩的一种精神，将来他才是一个好的父母亲。
他才会用这一套呢去教育他本身的孩子。我总觉得呢，这种工作不能放弃，这是大家的责任了。希望今天晚上这个敬茶仪式啊，献花仪式呢，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，传承下去。啊，这种工作要传承下去，不只是要在双亲界才要做这类工作了。如果说爸爸妈妈生日呢，啊，还有家庭啊，有什么喜庆呢，大家在一起，不妨同样可以献花给爸爸妈妈，同样可以敬茶给爸爸妈妈。所以说，这种工作要做的话呢，我们大家要努力来教育他们。啊，OK。